我看到城市的变化，城市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方便，越来越发达，也看到了，社会对残疾儿童的包容，也会帮他们，鼓励他们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变化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给残疾人一份工作，因为他们像我们这类的聋哑人，他们工作真的做得很好。